行了，是高高兴兴的说相声，你就恢复了。您各位快快乐乐的听相声，多好！我们也干不了别的。是啊，这我打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学相声，你看干了好几十年这个做科嘛。啊，我算是七岁就，您是哪年打小？我十二岁。你看他十二岁出马，对啊，我出马像话吗？叫什么？那杀敌去了？我这不是那词儿叫什么？那叫。出道，出道，出道。对，对他11号，12，他12出事儿，怎么叫出事儿了？我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？出道啊！出庙，十二岁出庙。我说你说不对了，说不对，就十二岁干这个，对，学这个了。这一晃多少年了？是我们俩这个交情很独特，是吧？因为我师父跟他师父那会儿说相声就是一对儿，哎，就是搭档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他师父是吐鲁番。哎，吐鲁番，一说侯耀文、吐鲁番，这大伙儿都知新疆去了。您这个，可是您师傅怎么？我就是石富宽，啊，折口倒是对您这个，嗯，石鲁番，嗨，石富宽，石富宽，您这时候呗，挺好啊，父一辈、子一辈的交情。对了啊，老哥俩一块说相声，是到我们小哥俩也一块说相声啊，就是父一辈、子一辈。我听了一消息啊，说您单飞了，那都是他们传，哪有单飞呀？这个前些日子啊，于老师拍戏去了，对，结果我们那几场演出于老师没参加，是我一上网一瞧，人好多人都说于老师已经单飞了啊。他们瞎传，嗯，我就劝自个儿千万可别说话。您要说话，你看，于老师啊，单飞了，这开始来一回，是我要一解释，人家啊，郭德纲昨天说什么什么，又一回。过两天你参加演出了，人家哎，于老师出来了，一个故事能吃我三顿，哦，我不能搭茬啊，让他们吵这个。于老师不是那个单飞的人，哎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。喂，您就别说这个了。因为我们哥俩这个，我们两家好的都不能再好了。是是，我们两家这是一家人，几乎算是，对吧？嗯，我们哥俩合作得有25、26年了，得有吧？差不多，25年。嗯，我认识嫂子也26年，等于是，是吧？你算比我还早一年呢，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交情，这骨肉一样。啊，咱们是一家子。我说相声台上站着谦儿哥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啊，这搭档吗？每一句话不会掉在地上啊，都能接上。哎，就好比说，夸我有一盘子，啊，我往哪儿扔，他都能过去。也别扔太远，没有这么打比方的。您这就是好哥们儿好成这样，是吧？其实最让我敬佩的是谦儿哥的人性。哦，我人品好。合作好几十年了，没翻过脸。啊，我们没红过脸，看没有说还这吵架闹什么，从来没有过啊，不拌嘴。你们是不了解他，为什么说谦儿哥有时候一说还出去喝酒去了，一天赶8个饭局，嗯，就是因为人家这个人缘在这儿，都是朋友嘛，没见过这么好脾气的人，是吧？真的啊，我就亲眼看见过啊，在德云社小剧场演完了，晚上11、12点了，嗯，陆陆续续往外走，哦，于老打我们那后边小胡同那儿，嗯，下来一走，对过来4、5个大高个，哟，走了谦儿跟前儿，啊，就打上了，一大嘴巴，咣，还一拳，啪，一脚，啪，还打，摁住脑袋，呸，干嘛呀？这是，怎么那么恨我呀？这个打了40分钟，哎呦，最后这帮人给于老师搀起来，哦，哎，于老师，那你是搀起来，已经起不来了，哎。为首的这大个儿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儿有摄像机，做节目呢。哦，你看于老师，做节目呢，没事儿。我也太浪了吧！我这个做节目就愣在打40分钟，我就不愿意。不是，品性好，我这有点过分了。我这个善良。是啊，善良啊，嗯，这回又跟谦儿哥站在一块儿了，我这种高兴是你们体会不到，都一样高兴。真的，我发誓，怎么着？我立个 flag。您这怎么了 ？flag， 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呀，啊 ，flag 你不懂啊？啊，您解释解释。我也不懂。嗨，
不懂您瞎说什么呢？就好像类似启示吧，是那意思啊？啊，我看人过生日经常点上蜡烛啊，起个誓吧。那、没听说过，这许个愿吧，人呢，起个誓干嘛呀？哦，我以为就是闭上眼起誓啊。许愿，许个愿啊！您先说这 flag 是什么玩意儿 ？flag 也是立一个标杆啊。flag 就是，我看 flag， 国内哪个省方言好像都有这个哈、啊。怎么呢？是吧？北京人 flag 啊，哎，我看岳云鹏也说啊，我立一个 flag， 哎，嗯，这外国人来都听不懂，嗯、反正就是又不要起个誓了。您就说您要干嘛吧，给自个儿立一个标杆什么标杆？就是这次跟于老师又能在一起说相声了，是春暖花开，万事如意、哦。这次我在台上，我决定我嗯，再也不提于老师的家人了。哎呀妈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这心里痛快，不该说的不说了，这就对了；不该提的不提了，那好；不该去的地儿不去了，早就应该。谁再去，谁是小狗。你看，这是 flag 了，你好不好？哎、我不会再提你父母了，哦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了。啊，您错误，因为在这个舞台上，您的父亲出现的次数太多了。那倒也是。他也不怨我，关键是你说说谁、哦、说别人人家不得弄死我是吧，就剩我了啊，你说只能说自己人、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不行吗？这就很难，要不以后就每次演出之前观众们你们自个儿说啊，我说我爸爸吧，哎呵，然后你上我这来立个 flag， 哎嗨，我给你来蛋糕，你起个誓保证不翻脸，我就说你别提这个了。也确实有相声界的前辈指责过我，说过您吗？你干嘛老得提于谦他爸爸呀？哦，有中国相声150年了、嗯，你听着还有谁提过于谦他爸爸？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？他们这谁捧哏提谁爸爸去啊？哎，人家不是不懂，人家就希望我好啊、哦，劝过您，但是他们是不了解。啊、我上于家去，其实。我们好着呢，是我们两家很好。人家家里边那个他老爷子，他母亲，人家没拿这个当回事儿，他不往心里头去。去老爷子还问了，你是又提我了吗？哎，也没有这么欠的，还问什么？还问有新作品吗？我又叫什么名字了？没听说过。我又换新的工作了吗？别打听了。那个老爷子，我说句实，我看见他父亲跟看我亲爹没有区别，就是好奇心有点强啊。嗯。那他们老太太也是，就跟我亲妈一样，是吧？老太太哪儿都好，我每回就是，嗯，有时候他们弄点什么是对身体有好处了，什么补品，我就告诉我给老娘拿去。哦，老太太有点贫血，老惦记啊，别的没有，老太太太可爱，是吧？贫血，我得吃点补血的。嗯，没事就吃枣，枣补血呀、啊。血哎，嗯，血豆腐，啊，这都是啊，红果，啊，哎，吃红果。对对对，那个什么红瓤的那个白薯，啊，这红色据说都补血，哎、火龙果。啊、哦，那也补血。哎，啊，供关二爷啊，供关二爷，反正这沾红就算呗，是吧？啊，他太迷信了，这就这么个可爱的老太太。哦，他爸爸更可爱，是吗？我是不能说呀。您还少说了，您刚还腐赖个呢，您这腐赖个啊！你们要上家去，你看他爸爸第一眼，啊，你就会爱上这个老爷子。其实这刚开始，真的。哪回我带你们去一趟啊，一进门你准乐，能瞧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个老爷子其实老头挺有身份，是吧？但是在家里边平易近人。那家里边那可不是，你说这老头在家他就穿个小吊带啊，没听说过老头穿一小吊带啊。你这个人呢，我觉得你有点龌龊了。你我很多时候不是我的事儿，都是对方的问题。是你怎么老头就穿小吊带？我也穿过呀。你也穿过呀？什么玩意？好多老爷们儿跟家，咱都穿一吊带儿，怎么的了？哪儿就吊？就那个白色的啊，这两边有带儿，弄下来。我给你普及一下啊。好的，这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不叫吊带儿，不叫吊带儿。对了，跨栏吊带儿，都跨栏了就别吊带儿了，你不重要。跨栏背心儿，跨栏背心，对，就是你看，哎呦啊，普天下多少个可爱的老爷子，就摆了一块儿，一定有他父亲那样的。哦，平易近人是吗？啊，我上家去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桌子上放这么一大摞什么日记，写日记，能写日记并且坚持写日记的人都是了不起的，啊，恒心呐。啊，嗯，我说您，
咱哪天开始写的啊？87年。哟，好家伙，嗯，能看看吗？嗯，戴手套，干嘛还戴手套啊？戴着手套才能摸他的日记本啊，就讲究戴着手套拿他的本儿。嗯，1987年，嗯，3月2号，哦，今天开始我要写日记，好，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是，真好。嗯，2004年我释放了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我好家伙，这关进去了，这个就说当这儿就停了这么一段时间。干嘛一段时间呢？不写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不写，是因为工作繁忙。是，都进去了还有什么？哎，你瞎说，你看好多话都是你们自己人说出来的。这倒赖我们了。他父亲有身份啊，银行行长，是以前做这个工作啊？一直他爸爸儿童银行行长。儿童银行行长，对，有这银行是吗？儿童银行行长，哦，每天哎呀，上班的时候老爷子那很认真的，各个部门都认真一点。哦，他还教育，也不要偷懒。是，现在咱们开始演习了。怎么演什么习呀？银行啊啊！万一有歹徒进来抢银行呢？谁抢儿童银行啊？你看，就说这意思来啊，开始要演习。哦，如果进来人，咱们要先卧倒，好吧？那是。赵姐来啊，躺我这儿来。对，嗯，孙姐躺这儿。啊，刘姐，快来，就行了。啊，躺这儿，蹦什么呀你？躺这儿，我躺你们旁边。你起来吧，这是演习呢吗？这个早晨8点上班，躺到下午5点半。好，上这儿补觉来了。啊，了不起的老爷子，哎，老流氓吗？这不是？我要去举报你。啊，好，他倒举报我了。哎，我学会这招了。嗯啊，正是因为有这样出色的家庭，是这样了不起的父母啊。才会轰了，生了这，疯了这个，生了才会生了这样的好孩子，啊，就是我，在我眼中于老师没有毛病，啊，哟呵，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还在往回收的那些话，突然想起来了啊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凡人，您就够烦人的，您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人无完人。这倒对，于老师基本上没有缺点，但是有一个特点我得说说。那您说没关系，我能说吗？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我同这么些人，这还特点怕什么啊？你看我还没说呢，啊，有人报告去了，嗯，啊，嗨，不至于。于老师啊，有一个小小的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洁癖。嗨，这个不算毛病啊。嗯，就是我不知您哪位了解这个啊。洁癖就是洁，倾斜的倾，嗯，癖什么癖好的好，没听说过，洁俩字儿一个也不对，洁癖啊，嗯，洁癖清洁的洁，就是过分的爱干净，那就是爱干净嘛。对着后台，嗯，演出之前吃点饭吧，是也没什么正经，甭管是盒饭的，弄个面条啊，吃吧，吃吧，于老师啊，嗯，只要是拿起筷子一吃饭，是，我就得赶紧告诉周边的人，啊，都躲开那儿，躲开那儿，别过去。好干净，过了人都不成。你往跟前来，他就翻脸了，就急了，就过分的干净。哦，啊，怕人脏。你有的时候我不在，嗯，就有那个孩子呢，不知道轻重啊。于老师端着碗啊，正吃呢。是，他过来了。嗯，您吃的什么呀？问一问吗？在别处这个不叫事儿。是，看一眼，您吃的什么呀？看看吗？他翻脸了，我呢？干嘛呀？这是把这饭就扔地上了，不吃了。孩子就傻了。哎呦，我就得赶紧走，赶紧轰走。再告诉你们，去，别来人，都轰开了。是，谦儿哥自个儿这儿，嗯，还运气，走吧，啊，不依不饶，嗯，我趴地下吃去，我这叫洁癖呀，我吃地下那个，好干净。这不是好干净，这就是跟狗抢食呢。这是早晨一睁眼啊，于老师自个儿得忙活3钟头。我都忙活什么呀？这一睁眼啊，起床之后啊，于老师啊，啊，先弄头皮屑。有头皮屑？哎呀，要是有一点儿，这一天就难受死。哦，必须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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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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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洗一洗好不好啊？打抹干净，前后照镜子。哦，没有。没有头皮屑，这算踏实。行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揉这眼屎，
呦一个，哎呀，小煤砖了都，哎呀，掏耳朵，啊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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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忙活这么半天呀、嗯，有一把水就都过来了，咔咔，嗯，掏完了，哎，听见了，嚯，掏通了。他听见嘞，我以前听不见，合着高兴，挤着黑头啊！哎呦，本儿本儿本儿，哎呀，挤黑头，嗯，照镜子一看，鼻须太长了，毛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呵，哎呀呵、哎，我这洁癖是打今儿刚开始的，是吗？我昨儿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刷牙啊、哦，这是正常的，刷40分钟。好家伙，刷40分钟啊！刷完了，拿镜子照着，嗯 ，K 着牙结石。我要天天这么刷，哪有牙结石啊？搓脖子后边这村哎呦，哎呀，这3小时完不了啊！这个胸口这有3粉刺，干嘛呀、啊？滋！好家伙，挤一个哦，滋！又挤一个。这个不能挤，为什么？这还没熟呢，没长白头呢。哎，拿笔写上。嗯，我等你哟。嗨，你跟他拿什么约会啊？跟着找一根牙签来啊，拿牙签嗯，踢指甲缝里的泥。哎，挨个踢，踢干净。嗯嗯，一边干净。哟，怎么？左手有一个猴子。哦，得 K 吃会儿啊。哎呀。哟，右手有一扁平疣，那怎么办呢？拿小剪子咔嚓咔嚓咔嚓。你有剪子剪鼻毛多好啊！你这都用不对地方，你这拿粉擦嘎着窝。哎呀，擦嘎着窝。嗯，哎呀，我是住在沙漠里头了，就没水是怎么着 ？K 肚脐眼儿，全毛病。肚脐眼儿给干净了、嗯，坐这儿算日子。嗯，哟，怎么3月了？怎么了？该换裤衩了。呵，哎呦，3月一换呐，换上裤衩就觉得神清气爽。嗯、那是，嗯嗯，搓这磕膝盖上这泥儿，咔，磕膝盖都有泥儿搓。哟，怎么这腿上前两天有一口子？哦，这两天长好扣杆了，啊，结嘎巴了，这也得弄下去。呦呵。哎呀，什么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罪受？高兴，嗯，拿小锉锉脚后跟。哎呀，哎，锉圆圆的，嗯，给灰指甲上药，给灰指甲抹药。嚯、哦，抹完了自个儿坐着想，还有什么？裤衩都换了，袜子是不是也可以换？这还想什么呀？直接换不就完了吗？换袜子啊，脱下来的袜子、裤衩叠好，对，放衣柜里头。我。不洗呀、啊，这3月了，3月之后就没味儿了。好，这自然风干。这哎，端起杯来啊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喝点水。哎，嗯，有问题？怎么办？我明明喝了足光散，为什么脚还有味儿呢？嗯，那玩意儿是喝的吗？那个，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。我这。怎么个性格呀？这叫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点点洁癖。我这叫洁癖呀、啊！平时出去啊，你看他们出去吃饭啊，干嘛去？啊、我老劝他们，我说你们别带着去。怎么带他吃饭？他也受罪，你们也受罪。我怎么受罪了？真的啊！我你看我吃饭，我从来不叫他，是吧？他吃那玩意儿也隔色。我你看他吃披萨，他吃那边儿。哦，那面多。吃包子吃那皮儿。啊。啊，你吃烧麦吃上面这花儿，哇、哦！吃面条得吃粘在一块儿那面疙瘩，煮完他吃那个。我吃俩馒头好不好啊？吃饺子得煮完之后搁2天，上锅再腾腾3回都烂了，吃那个。我这什么口味啊？啊，就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，各色。但是有时候有个什么群体活动要不叫他，我还受不得。啊，就落下我不行，我就哎呀，哥俩好吗？是是是，那回就是吃农家菜。哦，我心说农家菜我得带着他呀。是，你要说北京城里边吃个川菜、粤菜什么的，这个不叫事儿，很容易。农家菜还好一点，是新鲜。嗯啊，有点什么拌个野菜呀、啊，新鲜的东西啊，尝个鲜儿的，我就必须带他去。嗯嗯，带他去，其实我挺后悔的。怎么了？他事儿多呀，洁癖啊。好，打进门就问，嗯，筷子干净吗？
哦，这得挑一挑。人家农家菜老板啊，您放心放心啊，你有矿泉水。哦，碗干净吗？那也得看呀、啊。有矿泉水啊，是。盘子干净吗？问的，哎呦，有矿泉水，您放心啊。行、哦，这才吃。哦，吃完了，站人院里边，嗯，哎，农家菜嘛，人家小狗跑过来了，围着转。最喜欢小动物，我喜欢这个。哎呀，跟小狗玩，嗯，小狗也跟他玩，咬他的裤腿儿。那是农家菜的老板出来喊那狗，是是，矿泉水过来、矿泉水，这狗叫矿泉水啊？那干净都是他舔的，是怎么着？十分钟之后，于老师就反省过来了。十分钟，狗叫矿泉水啊？刚才盘子是你舔的吗？我问他有什么用啊？急了啊，趴下了。哦。咬那狗去，我跟狗打起来了。好家伙，狗也咬他，他也咬狗。哦，到最后狗都撒嘴了，他还不撒嘴啊？我不服啊，那错不了啊！凭什么不撒嘴呀、啊？我农家菜老板过来赖半天呢，啊，才把狗给救出来啊、哎！好嘛，把狗死我手里了啊！起来之后，于老师真急了，是吗？觉着不舒服，哪儿不舒服？这个玩意儿，这你说这条件反射吧？啊，他马上觉得那东西脏。我觉得什么东西脏了？刚才盘子碗筷子狗舔着啊，这一难受一较劲坏了，肚子疼啊，闹肚子了。嘿，嗯，厕所在哪里？啊，这要去厕所。你说老板，你看那儿就是啊。哦，啊呀，赶紧难受了，推门进去了。嗯，进去先看干净不干净，这也得看。哎呀，这门把是有土。哎，掏湿纸巾给人擦门把。啊，这跟门板没什么关系。哟，这不就窗台也脏啊？我跟嗨，我上厕所看窗台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是啊，赶紧吧，这边还有个窗户。哎呦呵，好的，都擦干干净净的了，看不得这个，这才拉这厕所这隔断。哦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马桶坐便，坐便不行，怎么呢？脏。哦，他习惯是蹲便。哦，哪儿都不沾，掏湿纸巾先给人擦马桶。我不上，我擦什么呀？我干净看着就难受啊！哎，洁癖啊！哎呀，受着个罪！哎呀，嗯，擦干净，嗯，出来啊，拉开旁边这门哦，马桶。哎呀，我呢，拿湿纸巾，我就是给人擦厕所去了。我，哎呀，啊，不行，肚子受不了，这赶紧吧，拉开这个，这个，蹲便，赶紧上，高兴啊！赶紧进来啊！嗯，这个有一特点，什么？它这里边啊，有那拉手门把啊，但是没有插销，这也不成吗？不行啊！啊，先掏湿纸巾擦这门把哦，哎，把门把擦干干净净的。嗯，解裤子蹲好了，是，吊着这门把，我怕人拉门进来啊，就怕别人拉门。那是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嗯，人这老板来了。哦啊。开不开？一活汗，嗯，汗。哎呦，这个怎么着？哎，于老师呢？啊，我在门上挂着呢。你这儿说吧，我这使这么大劲，他使这么大劲拽，可不是给我拽出来了吗？于老师在门上。啊，嘿，好，我还不光拽着，我还盘着呢，跟这儿。哟、呦，啊，于老师，啊，忘跟您说了，怎么着？这厕所是收费的。哎啊，一块钱一次。哦。于老气坏了，那可不吗？打门上下来，嗯，痴心妄想，干嘛呀？你要早说，嗯，十块一百块也行。对你，我就别跟人讲价了。你现在说，你就叫欺负人的。哎呦，我不是舍不得给你一块钱啊！你们这种做生意，你啊，嗯，哎，找地方坐下来说吧。老板很尴尬，是吗？于老师慢走。哎，这轰出去了。您垫着点脚，干嘛呀、啊？要不我们还得擦地。嗯、哎呦呵哈，太恶心了！您这打这儿出来，气坏了、嗯、啊！再也不来了。那还来什么呀？你等我再来再说。哎呦，要上车。嗯，我可把他拦住了。干嘛？你不能上车了。我不让上。你会连累我们的啊！凭什么不让我上车？就是啊，咱们是一块来了，就得一块回去。没错。三说五说，这个地方就是郭德纲的不对。哟，您怎么了？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。
哦，呛呛了。不是你，哎，还姓于的，哎哎，这干嘛呀？打上了，给谦儿哥来一嘴巴。哎呦，上车关门走，您自己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哎呦，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一大污点。您这动手就不对，真的，这是到现在说我都觉得我脸都发烫，真的不好意思了吧？我们走那会儿是下午5:20，是吗？到家9:30嘛，我。您开车走好几个小时，对，那我呢？你就走着走，我走着回去。因为我们吃饭地儿是在河北省，哎呦，河北省啊啊！回家之后，我自个儿坐那儿想，我说这事儿我办的不对，是吗？老话说的太好了，怎么说？冲动是蘑菇，嗯，是蘑菇，是什么？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，我怎么这样呢？是不是？不应该、啊。哎呦，我得上他们家道歉去。哦、oh, ，我得上谦儿哥家道歉去。啊，想起一看表，好家伙，这会儿已经夜里11:00了。哦、oh, ，那我也得去啊。是吗？上于谦儿家去。嗯，当当当一敲门，是嫂子在家了。哦、oh ，哎，我呢？你在道上了？我还没走回来呢。我开车开4个钟头。啊、哦，我还道上呢。你正往家正溜达呢啊！我还不着急，我上家道歉去。是，哎，嫂子看见我了。啊，不说不来吗？谁来谁是狗，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嫂嫂，什么这哪儿的称呼？哎，嫂子是不是嫂子？嫂子咋做什么意义啊？你这礼貌吗？啊。嫂嫂，嗯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这怎么称呼？这是我就看电视剧，你不用啊，上电视剧那个，谦儿哥在家吗？哎，就直接问，不是你给弄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来道歉来了。哦，进来吧，道歉吧。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什么？怎么哪儿就不重要啊？就说我上道歉，说我这心里话。嗯，这会儿谦儿哥正从河北省往北京走呢。你把我扔那儿了吗？万幸呢，就是。嗯，在河北省吃饭的地儿正挨着永定河。哦，我还能沿着河走，他认道，是顺着永定河就能回北京。是，就这一道打车也不可能，没人让他上车呀，多脏啊。啊，走走走，嗯、啊、终于走到大兴。哦，大兴进了北京界。嗯，于老师想，是我应该在河边把裤子洗了，我就能打车了。我在河北走这么半天不洗，一进北京我想起洗裤子了。家乡的水呀、啊，对，那也是这儿流过去的啊。嗯，洗吧，啊，来洗，洗完之后回家啊、哦。一进门呢，哎，嫂子刚给准备了早点啊，走一宿啊啊啊，坐着吧啊，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是啊，还行还行，嗯，吃着喝着啊。突然间，谦儿哥想起来了，是这个事儿是我的不对，谁的不对？哎，列位看见了吗？啊，谦儿哥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对。我是怎么分析自己的这个？郭德纲打我，我要是一躲开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你瞧我这个人还是好啊！我对不起朋友啊！我啊，我对不起我哥们儿，我没躲，我要去道歉，我要找你道歉。列位，就这句话值金子，是吗？人家挨打了，人家要来道歉，值金子呀！我要学一学古人负荆请罪。我哎，战国时候齐国。负荆请罪，齐楚燕韩赵魏秦，是赵国廉颇蔺相如将相和，哎，就是这么个故事。就是老将军廉颇要讲自己啊，背上背一个荆条，对，去道歉。是我得学他，我得负荆请罪、啊。吃完了早点了，谦儿哥准备去负荆请罪了，不闲着，哎，就穿一裤衩儿，负荆请罪，负荆请罪得光着膀子背着荆条让人打呀。是啊，哎，虽说没有荆条，我出门找荆条去。现找荆条，现找荆条，哇、哦！穿一裤衩，于老就上街了。那我干嘛？我裤子都不穿了。你看，虔诚，列位啊，12月的北京是多凉啊，冬天呐啊！我穿一裤衩，出来啊啊！这一出来啊，直哆嗦。那是哆嗦啊！哎呀，是，
兢兢兢兢战，战战战战兢，兢兢战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那刨冰，恰好四两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，又好比数九寒天降大雪，西北风刮，身穿单衣，我这周身上下是怎么那么样的冷？嗯嗯嗯嗯、谢谢老铁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我就别直播了。冷，我这还带着直播呢，我这个光着膀子，一条小裤衩啊，我要去找荆条，没有还想着呢，没有荆条怎么能背在身上负荆请罪？是啊，荆条啊，就是编筐的那个玩意儿，这是荆条吗？编篱笆那个是那个荆条，对，那个一般春天秋天好找，是到冬天其实不多找，没有了啊，没有找，哎呀，别哆嗦，嗯，对面来大姐哦。哟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我还认识过。你好，我是相声演员于谦。我就别自我介绍了，你、啊、我师父是石富宽。嗨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行，别客气了。啊、不是，你怎么光着膀子？你干嘛去？啊啊，找荆条。哦，我你找什么也不能这样。哎呦，我也没带着富裕的衣服。你的衣服我也穿不了啊。啊啊，那大姐真是好心眼儿。是吗？打开包。这个给你吧，糖糖寒什么玩意儿？丝袜。哎，这玩意儿能糖寒吗？这个于老师真听话啊，哆里哆嗦套到脑袋上了。我丝袜套脑袋上了，这就好多了啊，暖和一点是一点啊、嗯，最起码熟人看见不知道是我。哎呀哈，对，丢人现眼，别丢的云似的。大姐，哪有那个荆条啊？大姐说，我哪知道啊？您上前面高台阶那儿有几个保安，您问问吧。哦。于老师来上高台阶儿，嗯，几个保安就过来了。是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干嘛？我要荆条。嗯、啊，几个保安就愣了。啊，还有金条。啊，金条在库里边呢。我谁让你来的？大姐，您说清楚了。说不清楚了啊！他想说大姐哦，保安听成打劫了。哎呀，打劫！金条对上了，什么叫对？打他！哎呦，几个保安叮咣叮咣，这种打、啊，嗯，打完踩在地上，请行长。哦，这行长正在地上躺着呢。赵姐，你往那边挪一，我就别挪。孙姐，快来呀！行了。哎呀，我跑步，我爸爸银行那儿去了，是吗？给行长拽起来哦，行长才来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来打劫的了啊，不是要金条、啊？哎，哟，嗯，儿子啊，认出来了，儿子，这才扶起来啊。一问是这么回事哎，老头说：“嗨呀，你咋费那个劲？那个谁，保安小赵啊，把你那胶皮棍给他一个就得了啊，拿胶皮棍棍啊，对，拿这不一样吗？让人着了，打你两下出了气啊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哎，赵姐我来了，哎呀。哎”啊，我这对付呢，于老出来了，嗯，出来拎着胶皮棍嗯啊，上哪儿找郭德纲去啊？这回找你了啊，嗯，问问吧，嗯，他待这地儿正是北京使馆区，或到使馆区，北京城三个使馆区是第四个正在建哦，这三个使馆区大概10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是，于老师挨家的问，敲门，嗯，讲我是谁，我要干嘛。嗯，就我这丢人事儿，这回连外国人都知道了。是，全世界几乎都传差不多了啊，影像都过去了。那是、嗯。最后这家嗯，出了一个送菜的车。哦，于老师认识我，我是您的粉丝。嚯、哦，您上车吧啊！这您这怎么了？上车啊！人这车是往怀柔拉菜的，啊哦，在车上拉。您干嘛？我找郭德纲。哦，然后这不那您有目的没？没有，哪儿人多，你给我拉哪儿去。哦哦，那就合适。我上怀柔赶集买菜去。哦，大集上啊，大集人多 啊。走吧，嗯，拉到怀柔那集是北京紧北边啊。哎，墙那边就是河北省肃宁县啊。我又回去了，我又、啊、一下车到这大集，于老师可乐了啊。哦，这儿人多，太好看了啊！西红柿1块钱一斤的，我还是便宜。哦哟。这搪瓷盆2块，哎呵，就别说价了。哎呦，这还有笤帚呢！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笤帚。我浪不浪啊？我大冬天穿一裤衩跟人砍这笤帚价去，每个摊儿都转了一遍。嚯，大伙儿说没看见郭德纲？是我赶集去了啊。有人说您不应该来北边的集，
为什么？应该上南边的集。南边怎么了？南边离着天津近。哦，郭德纲是天津人呢。那倒对，保不齐他回天津了。说的有理。谦儿哥乐了。嗯，拎着胶皮棍儿，哦，由打怀柔奔大兴。你瞧我这形象，嗯、横穿北京城、啊，阅尽人世间的繁华。走里头，人净看我这繁华了。那、哎、那是，啊是。简短结说。哦，一路无书。这一路书多了，您这您就到了北京锦南头大兴。哦，到大兴了。那个集市在榆筏啊，那儿有个集，榆筏就挨着永定河那河边儿。哟，我刚打这儿洗的裤子呀。于老师乐了啊，永定河，我认道感觉太开心了。我认识了，正开心呢。嗯，这边来了好几百人。嗯，马拉松跑步的。啊、哦，有运动，哟，好几百人就把于老师裹在队伍里边了。是啊，一块跑吧。哟，跑到一块显出来这个服装一点都不违和，怎么呢？都是背心裤衩。我没背心儿，嗯，我就一裤衩啊。但是您还有胶皮棍呢，那干嘛用啊？哎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嗨、哎，往前看脚底下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前面有树啊，往右拐啊。哎，对了，我给指道呢，我认识。太开心了，嗯，跑吧。啊，跑来跑去三个小时就不叫事儿了，是热暖和了。一边跑心里边难受啊！啊，怨谁？怨谁？就怨农家菜那老板，怎么怨他了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这两天闹这么一踢吗？那倒是，啊、有朝一日让我瞧见你，我得跟你没完。那倒是，正跑着呢，一看，哟、嗯、嚯，怎么样？前边就是那农家菜，我又回来了。走进跟前瞧，墙上贴张纸，写的什么呀？一看这个纸，把于老师气坏了。怎么写的呀？打今儿起，厕所不要钱了。我去你的！